名字没办法比的，那我用电视，你用手机，那我们来比一比吧。So YOUWILLBELIKETHEIM 问号。大家好，我是袁胖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浙江的永康啊，这是我们的最新的这个发明人，他发明了什么东西啊？发明了那个轻质砖的电锯吧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轻质砖专用锯。以前呢，大家都是用这个来锯这个轻质砖，对吧？现在你发明了这个玩意，这个好使吗？发明了多久啊？2012年的时候，我们创新了双重电子刹车，电锯上的。然后2016年的时候呢，我们改进了一个免喷油系统，使那个电锯摒弃了原来的打油系统。原来的喷油系统的话呢，容易坏。这个一个小油泵，它是1分钟8000转左右的高速运转，它会带来很快的磨损，所以我们通过给机器的链条导板散热降温的原理，发明了免喷油电锯，荣获了国家专利总局的发明专利，然后还有诸多的一个排风也是发明专利。粉末呢，我们是有导向的，里面有导向，它是往下走的，大部分的粉末是往下走。好，我今天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个殷总新发明的这个轻质砖专用锯啊。很多建筑工人还有这个搞装修的应该都可以，都要需要用到。对，好吧，我给大家体验一下啊，看这个怎么样。预备开始。多少？6秒。6秒钟。我6秒钟就可以把这么一块砖给切好。这个也不容易啊。工具能够选择正确，能够事半功倍。就你这工具，我觉得要造福多少人啊。这样子好不好？你来锯，我来切，看谁快。名字没办法比的，那我用电锯，你用手锯，我们比。啊？你用手锯，我用电锯。啊，好，行，那行，那我们换一种方式，那我用手锯，预备，开始。你干嘛？别开始，你。哇。那我。藐视我啊！你这是。哇天！要不继续第二刀比一下？哦，那不比了，这个比不了你。这个，咱们这个，还真的不得不服，是吧？是啊。啊，按理来说，我觉得如果我作为一个工人的话，我都感谢你的这个发明。电锯，仿修的机器里面80%是跟喷油系统相关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用这个免喷油的电锯的话，就能降低80%的防锈率。你这个机器现在已经在市面上有卖了吗？啊，已经开始卖了。